爸妈现用三 C 产品，孩子就当原始人。妈妈就是为了小孩子的健康，所以就不装电视了。没电视的生活，你家人每天怎么过？我家每天都是读书。我觉得没有网络真的实在太痛苦了。高中要缴交报告，然后我总是会晚交的。网络生活把它切掉之后，你觉得有看到什么好处吗？她们两姐妹窝在书桌上，不管她们有没有看书，我就觉得很爽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